来喽！哎，来了来了来了啊！欢迎朋友们，先测试一下这个，能听到我说话吗？朋友们，可以听到我说话吗？嗯，嘿嘿嘿，you you you，能啊是吧？卡了是吗？啊，不重要啊，卡这么卡吗？能把门开开啊？嗯，可能有点卡是吧？OK。好，现在呢？现在可以吗？没事，不慌啊，不慌，哎，不慌，哎。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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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儿。好，只有声音是吧？声音不卡，对不对？好，今天咱们就玩这个音频直播，好不好？哎，让你靠你们的想象力了，我跟你说，就是啊，哎，纯纯是靠你们的想象力。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不好啊，不好，不好，就等一会儿，因为我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剧组拍摄的地方就是在一个比较远的一个棚里，所以它会导致有一些，导致有一些网络的问题，没关系啊，你要看脸，没事儿，一会儿有的啊，等会儿，等会儿啊，别着急，哎，对，是不是现在不卡了，对不对？现在是不是不卡了，朋友们？嗯。好多了，现在好多了。对，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直播间太火爆了，就是一瞬间什么呢？一瞬间，嘎就冲这么多人进来，他承受不了，他有点受不了，然后也感觉到你们的热情了，所以呢，导致就是有点，卡住了。所以现在已经好了，没事儿是吧？哎，好了啊，这个哈喽，大家好，开个场啊，哈喽，大家好，我是这个摩登兄弟刘宇宁呢。那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腾讯视频《天行健》。剧组的一个这个算是剧组探班的一个直播啊，今天呢在下就是一个代班的主持，今天呢就带你们探索剧组的一些你们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好不好？哎，好开心是不是？啊，公屏太快了，就要这么快，就是显得我们火爆，好不好？把这个点赞该点一点，你点一点，咱就显得好像很火爆啊，行不行？哎，有朋友问我今天是13号粉底吗？今天不是啊，今天不是，今天为了这个直播用了一个3号粉底啊，还是可以的啊，声音是 OK 的是吧？声音很清晰，对不对？声音是不是很清晰？你们等会儿没到，你们出场了，你们先等一会儿。你有一个镜头，我要去，我替你玩会儿。什么玩意儿？就是三分钟，你要拍个镜头。我拍什么镜头？一下就好了，走一条就够了。这不就尴尬了吗？这不就给我尴尬了？我真的怎么弄？好，行，等一下，不好意思，朋友们，那个什么，今天就是莫名其妙的让我去拍个镜头。那这样哈，这个今天呢，除了我带你们玩之外呢，应该压力给到你了，对不对？然后今天我除了我带你们玩呢，还有就是在我剧里跟我的一个搭档啊，叫做你叫什么来着？啊，对，嗨，哎，我付晶老师，对不对？今天我们付晶老师，然后。先代替我跟你们聊一会儿，我去拍个镜头，3分钟马上回来，好不好？好，你哎，去好，吧。你跟大家聊一下，介绍一下我们的剧的这个题材和里面剧里的演员，还有什么，反正你自己聊吧，你专哎，业的好，啊，哎，好嘞，好嘞，好嘞。你给我压力，其实我很慌，你知道吧？不要慌，不要慌哦，啊，对，去吧，去吧。哎，我先把麦放导这。演，快点拍哈，不然他不在，我很慌，快回来救场啊！Hello，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付菁。对，哎，我来给大家聊什么呢？你要上来吗？来，我们突然来了一个演员，啊，来给大家介对绍一对对，下。那个我刚花了几秒钟啊，整了一下容。我叫刘宇宁，你好。来，你带一下麦，啊，谢谢。有麦，对对啊，对这个对，是麦，一会儿呢啊，要这带个大是家麦。去采访一下我们剧里的各位演员，还有导演啊，包括工作人员，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拍摄这个过程。
对我们剧组的氛围，包括今天我们直播结束之后还有一个我们剧组演员之间的斗舞环节，你们想不想看？我帮你举。好的，我手有点抖，不好意思。我稳。对，然后偷偷告诉你们，我们荣天剑派这一支 team 的舞蹈呢，是我们刘老师刘宇宁老师亲自选的视频，对，视频、啊，对不起，土字归音。好的，对大家刘宇宁粉丝，大家一会儿期待，他马上就回来了，对，就走一下就过去了。对，然后呢，上次刘老师跟我讲，他说他学了这支舞蹈之后。他之后的演唱会可以solo 了，就是唱跳 solo 哦，他答应的，开辟了，对，答应的，大家期待一下。他说他演唱会他要唱跳 solo， 因为他说我学了这支舞蹈之后我发现，他说他飘了，他说他发现了自己的新技能对，我们穿成这个样子，对，说这样的话，一看我们就是一个时代的人，我们俩不一样，一看我们就是一个时代的人，一样我跟你不一样，一样都一样对，哪里不一样？你觉得哪里不一样？打扮就不一样，但是我今天比你好像比你要白耶，我跟刘老师今天不是13号粉底了，今天就是为了录 OP 直播稍微把自己画白了一丢丢有一点小设计在上面。不是，你们想不想听就是刘老师就是学舞的一个状态，但不过就是他经纪人有录那个视频，后面会放吗？会呀，我们就是大家有录录花絮还有正片啊，正片，对，一会儿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同意就是大家斗舞的时候直播，因为直播没有，好像流程上面没有这一项。我们可以加吗？加，你们可以加吗？只要他们想看就可以加嘛，是不是？一会儿给刘宇宁老师来一组直拍吧。非常非常还原这个街舞 battle 的一个，对不对？到时候咱们就转瓶子，好不好？转瓶子怎么？就是那种。哦，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能不能把手机这样子一点，这样能拍得好看一点，这样养一点谢谢你对不起，你早说呀，这种事儿你早说早会了，我学得很快的。我们今天斗舞有三组，就是分为什么，我们荣天剑派，我是，你是什么你不知道吗？我是商人，但是被因为跟门三刀交流多一点，就给划到大内那边了。对，大内有一组，大内那边还有一组是什么？还有一组是，北洋。北洋，对。对，但是我们荣天剑派是 team 最大的，人最多。你，我们也是。我跟你讲，你们属于是门槛低。没有。好好说话啊！对，我跟你讲。今天直播就是挺有压力的，有压力。在您，因为今天就是刘宇宁老师邀请我来给他做助理我今天是刘宇宁的助理。哦，对，那你杆儿你举一下来，你自己要举的，你怪我。现在变成好，我来举，我举。现在变成我给你当助理。你们弹幕刷起来看一会儿，你们就是想看什么我们就给你们去给大家路透一下，比如说导演的拍摄现场，比如说还有就是演员私底下之间的互动啊什么的都可以。休息室对，休息室大家比较好奇的一些。哦，我看一下他们发了些啥，我都看不清，他刷太快了。太快了，因为平时也有看刘老师的直播嘛，我觉得他就是控场能力很强啊。你说什么？别跑什么啊，让我多 Q 关注账号腾讯视频天行健，对，这是我们宣传组让我们 Q 的，大家关注一下，谢谢。好，关注什么来着？
关注腾讯关注账号腾讯视频天行健。对对对，啊，嗯，大家关注一下。哎，有个蛾子飞进来了，有虫子，虫子把它赶出去。我怎么觉得我今天脸上有腮红呢？就是这个滤镜加的吗？是吧？我也有一点，但我是脸上油了，我反光了。挺好看的，挺好看的。一会儿等刘老师回来之后，我们就去进行跟着他的节奏。对，跟着他的节奏，一会儿就是去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剧组的整个氛围，好不好？因为今天是不是剧组全部杀青？是我们一部分演员，像我们荣天剑派今天是彻彻底底的杀青了，嗯，所以啊，今天我们好像大家都挺兴奋的哈，兴奋，异常的兴奋。你是不是期待这一天很久了？因为天天赶着杀青。其实还有很多。难怪你最近都不认真了。是啊。哪有？比如。啊，回来了，刘老师回来了，还想吃组里的。嗨 ，come on，come on。哎，回来了。不在，我们很慌，你知道吗？回来了，来。那你这麦克风衔接一下子，这。哎，好，棒。把麦克风别上。你别太想我。来，刘老师回来啦。光好强。你刚刚干嘛去了？没有，刚才就是突然间就是 cue 我去那个什么拍一个镜头，然后呢，就是因为。剧组就是这样的，就是没有什么比戏更重要了，对不对啊？嗯，是不是啊？好，你们怎么样？你刚才介绍到哪了？刚才没介绍，随便介绍了一下，完全不介绍。现在直接进去吧。你这么急吗？你是着急赶通告？你一会儿有个广告要拍，对不对？没有，不着急啊。是什么呢？因为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这个直播是腾讯视频《天行健》剧组的一个直播，然后也欢迎所有来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把这个点赞点起来，显得我们很火爆，好不好？虽然这个演员都不咋。都挺好，对，但是呢，就是显得我们火爆一点，也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如果能转发的话，可以转发到你的朋友圈，叫你的朋友一起来看看这个剧组拍戏到底是怎么样的，好不好？然后呢，如果此时此刻你还没有这个关注我们天行健的这个视频号，你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后续会有很多花絮也好啊，或者是有一些突发奇想莫名其妙的直播，也可能就会在这个号上，然后给你们发一些跟剧组相关的东西，好不好？也不是能看到演员演戏吗？当然是能看到的，因为我们都是演员，对不对？是能看到的啊！现在就在跟你俩演戏呢，啊，行不行啊？转了啊，转了，谢谢你们。哎，这个弹幕速度可以啊，不快，我能看清啊，因为我你都暂停了，你把那个弹幕什么？哦，就是你稍微弄一下它，它就会停。对，对你摁住就会停，对不对？因为那天我们直播的时候，我已经问过我们家朋友了，我说那个。正常，因为很多像我们在剧组每天都在拍摄，其实也知道剧组的流程，所有的东西都很明白。但其实很多朋友们虽然经常看电视剧，经常在腾讯视频看各种的剧呀，但是呢，其实他不知道拍摄，他一部影片拍摄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也提了好多问题，比如像他们特别想看那个吻戏，就是咱们剧好像大家都没有啥吻戏。就是、只是咱们没有，我们没有，对对对，对，人家也是没事也亲，是不是？但是我们是没有的，对，所以呢，吻戏这个东西我也莫名其妙。这些我们俩都是这样演戏的，隔着，也没必要这么撇清关系啊，对不对？就是反正就是他们会有吻戏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那天我就特别想吐槽那个朋友说想看吻戏的朋友，你是咋没看过亲嘴还是怎么事儿？你上电影上那个现场来看亲嘴来了，真是绝了啊！行吧，也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对啊，有朋友说居然没有啊，很正常，很正常，对不对？那很正常啊，也没必要。行，然后今天我看也挺热闹了。这样，那接下来呢，我就带我跟傅京啊，今天傅京老师终于知道我叫什么了，对吧？刚想起来的，刚刚问工作人员啊。然后呢，傅京老师今天也是我的算是一个副主持，对不对？正好是助理，刘老师助理。哎，副助理啊，不，助理就副助理还行。就是助理嘛，今天我俩就带着大家进去，好不好？哎 ，Go， 走起，走起，哎，好，下车，不用给我打伞，我们就是很敬业的，不需要伞。我在你这边吧，我们可以我谢谢，哎，谢谢，哎，好。由于我比刘老师矮太多，我颠起来走。哎，可以的，这没事，头套开了一会儿啊，嗯，走
那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马上要走进这个摄影棚了啊！等一下，给你们看一眼这个。反过来。啊！大家注意啦，注意形象哦！注意我要把镜头转过来啦。注意形象可还行？哎哎，这是我们的灯光老师，看看啊，小伙非常的帅气啊！当然不没必要啊，照镜面。这是我们就是每天一进门，然后必须要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我们算是就是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嘛，然后。所有的人进到棚里都要第一时间戴口罩，第一时间扫健康码，然后呢，里边是禁止拍照的啊。我们今天，哎，你看他，我刚刚说了一嘴，大家要注意。你看，所有人整理自己的仪容仪表。所以呢，就是开始化妆的化妆嘛。疫情期间，我们虽然都在开工，但是要注意防疫啊。对，是不是？卡了吗，朋友们？没卡吧？没有卡。不卡吧？正在开始哦。没到你们呢，别玩儿，等会儿。等会儿，没到了，一个开始补妆。哎啊，是，那现在此时此刻就看到这是，咱们反过来看啊，反过来看，哎，这是镜像，没事，我低一点，啊，这是镜像是吧？天行健，然后也希望大家这个点击这个左上角订阅一下，好不好？按一下。点一下，你现在看到这里边什么呢？这里边就是演员，这个屋里是演员棚，这帮演员戏太多了，太我们在那直播，他在那边抢戏，你看到没有？多么的资深玩家了呀！我们资深黑洞，我是。来来来，开始！不，你们等会儿没到你们的戏呢，等一会儿。我们玩过，我们玩过。啊，嗨，你看抢戏，好，对，是不是？走，我们走吧。啊，行，我不管他们，我他们去，他们玩他们的。嗯，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到，等一会儿，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到里边可能会卡，因为这个整个棚啊，它有好多监视器的那个信号之类的东西会干扰到这个网络，所以会卡。如果卡的话，朋友们不要走开，然后理解一下我们，然后等一会儿，我因为我上面有一个就是显示网络的东西，如果卡的话，我自然就会到网好的地方，所以别急，大家好不好？啊，咱们来，我调整一下摄像头，然后看一下这个棚里全面的样子啊。抓几只，等会儿。哎，没抓到，就往下，赶紧喝，赶紧。不着急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平时拍戏的棚，为什么就是你看周围都是绿布吧，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景呢，其实是一个虽然拍的不是仙侠，但是需要什么呢？需要什么呢？需要就是，抠绿，后期就是会有后期的，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景点呢叫做浮土寺，然后这个寺庙独特之处呢就是四周都是傍水的，那其实找这么一个环境是很难的，所以呢只能说把周围做当做绿布，后期会做特效，也就是这个寺庙是建在这个水上的一个寺庙，所以非常的炫酷。后面打起来了没有？不可能，剧组不可能打起来，不可能打起来，他们嗓门太大了，就是都在那，因为我们的剧组怎么说呢，演员都是非常专业的演员，他们都在那玩游戏呢、不是，他们都在那平时就是我们他闲暇的地方都在那练台词呢，朋友们，我们不仅都在练台词啊，所以不是打起来了，练台词呢啊，他们就对戏呢，在那儿一会儿有估计有一场打戏，他们在对戏呢、是的、我们去呗。好吵啊，我的天哪，你每天我让他们先去演一会儿，让他们喊没劲了我俩再进去啊。我刚刚进去偷摸看了一下，他们就是在装，在那装是吧，先让他们在那做，然后呢我们不管他们，就是晾着他们，演员就是凭什么，演员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是不是？我带你们看看我们的工作人员。哎，那接下来呢，这个是我们的你到这边来。还是一样的订阅、这面呢是我们对订阅啊，这面是我们的导演棚啊，导演在里边啊。今天导演心情不太好，估计我进去不知道能不能骂我，好吧，咱们一起来搞一个偷袭，拭目以待啊。朋友们，咱这个直播间呢，我想说什么呢，来了都是客，而且剧组都是非常好的朋友，进我们直播间不要刷人名，好不好？我相信你喜欢的这个演员和你喜欢的 idol 都在这里，但咱们这希望尽量跟我们互动啊，比如说导演看到导演，我一会儿把镜头给到导演，你们就在公屏给我刷导演好，是不是？导演拍得太好了，虽然你都不知道他拍过什么戏，但是一定要夸他，好不好？一会儿我们就是导演好。如果我介绍到摄影师的时候，那你就要说，哎，摄影老师拍得真好，角度找得真刁钻，就是你帮我夸起来，好不好？他们都在看，咱不要刷人名，因为大家都认识，这里边这些演员都很红的，对不对？不需要你们来刷人名啊，咱就是互动起来，你们现场的观众。
有很多是我的粉丝，有傅菁的粉丝，有俊杰的，有孟莹的，所以这都是这些演员的粉丝，所以我们都是一家人。那你们需要是做的什么呢？让这些就是想关注到天行健剧组的这些路人们，然后来了解我们剧组，了解我们的演员，所以你们可以当我们导演还没见呢，你导演好个屁，太早了。就是怎么说呢，让就是大家就是了解到我们剧组的演员，然后呢就是你们也其实他是副主持，你们是副主持，你其实也是帮我们在调节整个直播间的氛围，好不好？大家要乖乖的。哎，好，那这样我们先进去啊。我这么黑啊。哦。哎，进去就是不会美颜没了吧？我看一下导演在哪。导演，哇，这里太黑了，打个光吧。哎，好。要不调一下？我们首先，老师也在。我们首先要采访到的是这个行业非常牛逼的，这个行业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叫做白一聪，你们有没有听过说过？我在这里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白一聪啊。白一聪呢是我们凌河这个凌河文化的这个老板，然后呢他的作品有什么呢？沙海、老九门、暗黑者、天行健，还有我拍的这个紫川，还有我拍的这个那个热血少年，还有我拍的终极笔记，都是我们这个白一聪老师的啊。白老师好。哎，没有呢，在这儿来了，来，我们先采访一下白老师吧，好不好？各位先走。这边给白老师来个光。哎，白老师，我不是，我是个茶水。哎，白老师，你坐。茶水。他是我们剧组的茶水啊，是不是？我看到网上有很多我的粉丝，就是非常的爱你，是不是？别闹了，经常给你私信骂你，对不对？嗨，没事。白老师呢，就是比较随和的一个人，我们在剧组里整个氛围就靠他来调节，非常的。白老师，我采访你一个问题。啊，您说。你在剧组最喜欢哪一位演员？我告辞。你别走，别走。老公子还行。老公子拿鞭子抽我。嗯，抽他吧，抽他们俩。够了。抽对那个白老师还是让那导演。吓死。不着急，导演会有他的戏的。导演，我今天就捧红你，我跟你讲。以后你就顶流导演，你等会儿那个。那白老师，你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戏？就是你初中这个剧本不是你写的吗？对。你的初衷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故事呢？初衷，最近小说买不起了，只好自己原创一个。啊，是的 ，IP 太贵了啊。IP 太贵了，是。然后这也是我据我所知，我之前我跟你我拍了你，这是第五部戏了，这是你第一个写的剧本。啊，所以你对他的一个情感和一个，很正常。其实做剧本就是一个工作而已，就是做戏也是一个工作而已。嗯，这个戏可能稍微的会带一点，就是我们一个希望，就是，跟现在的大部分的剧不太一样，啊、不是一样。哦，吓死我了！啊，您说，那个跟现在目前大部分的社会上流行的剧可能不太一样，稍微的，不那么严肃，也不那么的狗血吧，应该是一个。以写实主义为主的一个表达，一个特殊时代的众生相的一个东西。对，结果就是大家都凌乱在风中。凌乱在风中，没错啊，就是那“凌乱在风中”这个词是出自哪儿？我当时因为在最早写那个东西的时候，正好在看，正好我平时写作的时候喜欢旁边放着音乐嘛。啊。那天正好放着鲍勃迪勒嘛。鲍勃迪勒啊。对，然后听了就连。随便把这个作业写进去了。哦，是这么随便啊？对，不是，我们是个很随便的剧组。那这三个主演，你觉得你写他们的这个不是三个，因为主要讲三个男人的故事嘛，算是吧？对。那这三个人，你觉得对于他们的这个写，就是表达，其实就是一个拧巴，就是当你处在一个大的环境之下的时候，你的所想跟你要做的事情是无法达到统一的。比如呢？比如说像你这个角色，哎，你是希望成为这个时代里最强的一个。哎呀，凌乱在风中特别好。希望在这个用你的这个所谓的剑法也好，武艺也好，能够去改变你们这个群体所处的环境。对，但是这个大时代里边突然有了火器开始流行起来了。是的，一个不需要练功的人拿把枪就把你秒了。对，其实这对你来讲的话，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跟你自己所做的东西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背离，这是一种就是时代给予人的悲哀。像俊杰的角色，像汉城的角色，其实都一样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边，每个人。他想做的事儿跟他正在做的事儿其实差别都很大。明白。其实这个全剧里面所有人几乎都是这样的，就是时代的一个变化对于个体来讲影响是非常大的，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对，朋友们都在说白老师好优秀，你们别就一直彩虹屁，你有没就能不能说点就是有内容的话题？头发乱了，是吧？头发凌乱在风中了啊！凌乱在风中了，已经。是不是？就是白老师刚刚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当然不是我想说我对我角色的了解啊，就是我是一个天下第一剑客，就是
这一生练了几十年的武功，就想要就是缠就是怎么说呢，天下第一嘛，天下第一剑客想当天下第一。但我练了20年之后发现这个时代就是火器已经出来了，就已经有枪了，所以你练了一辈子的武功，可能一个人不会武功的人拿枪就可以把你消灭，所以呢就非常的郁闷嘛，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物状态啊，是不是啊，就时代变了，对啊，就时代中人个体的力量越来越小，嗯，而时代给予每个个体在这个个体在一个时代中的想要去改变想要去抗争这种力量都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嗯，就不，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想问白老师的话就问一下，没有想问的话就咱们就换下一个人，换下一个人好啊。哎，我还有、哎、我这种采访，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剧，你暂静吧一下好不好，助理啊，来，因为你的麦克风是收音的啊，所以我要对这边说，不用就正常都能收到，这是我们剧组导演，然后魏李周啊，然后魏导，然后我跟魏导也合作三部戏了，终极笔记其实有好多戏份是我们魏导拍的啊，然后呢包括紫川基本都是他拍的，他和张萌导演两个人去完成的紫川，然后现在我们此时此刻拍的这个天行剑也是我们魏导拍的，你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大家好介绍一下你过往的作品，刚刚都介绍完了，就拍这么点儿，但就这个就红了，这个瞬间就让你成为顶流导演了，对对对，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跟大家说，比如说关于这个剧的，这个剧刚刚白老师都说得很好，然后呢，然后再多说一点，我要多说一点，嗯，就是这个你爱说啥说啥，没事，就是对于你拍这个戏最开始为什么要接这个活，你先从开始说，赚钱，你是不是就为了一个字钱，一个字什么，就是这个剧本很好嘛，这个剧本对，就是在这是一个字啊，在这个在就在现在这个在这个时代，就是很难碰到这种去讲这种就是讲这种比较群像，对，群像戏的，对对对对，讲这种大时代下的这种人物的这种命运揣测的这种戏，所以说其实他三组人物嘛，就是他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很纠结的部分，对不对，对，就是比如说像宁哥这个属于是一个剑客，是的，天下第一的，但是呢、却就是一直好像遇到了不同的比自己厉害的对手，对不对，对对对对，就是不断的去冲击自己的原来的那个价值观，嗯，那比如说像一个读书人，他生在一个科举废掉的一个时代，就是无事可考，嗯，啊，包括像那个一个很爱国的一个那个秦俊杰门三刀，嗯，他却生在一个就是大清要灭亡的一个时代，所以他三个人物还是比较充满这种命运多舛的这种色彩，明白，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物上是还蛮吸引我的，就是。哦，行，所以就是你拍这个戏，现在今天明天杀青了吧？明天杀青，你整个就是拍完之后，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想吐槽的？说哪个演员就是特别的不配合，或者是怎么的？咱们今天就曝光他有没有？就是好，目前还没有，但是都很配合啊，主要是看白老师的面子。导演肯定说假话了。啊，还没事。就是说你说一下，除了小宁以外，还有哪个演员不配合？哦，对，除了我以外，谁不配合你？那不都不太配合，都一般是不是？都一般，就是宁哥好啊。哎，谢谢。因为怎么说呢，魏导然后人也特别的好，我跟他也合作了三部戏了，然后就是我直接直播间讲过，我说我跟那个魏导拍戏呢，就是怎么说呢，他十场戏会有七场戏给我惊喜，就是他是一个，虽然可能你看起来很嫩，是不是因为开了美颜啊，对，虽然是个年轻导演，相对来说年轻导演，但是他的想法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些拍摄方式啊，包括他的想法都是特别新特别棒的，所以到时候这个天行剑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魏李周导演捧成顶流导演，好不好，感谢您哥，是不是，行，差不多了啊，一会儿咱们再还有别的，一下一会儿看你骂人啊，来，我们这个Nico， 哎 Nico 是谁，黄老师， Nico 这是我们剧组的这个摄影指导，对，然后兼这个主摄影，反正整个画面的把控啊都由他跟导演来把控，这个是我们的 Niki 啊， Niki 是非常棒的一个摄影师，因为他平时是不拍剧的，拍过三体，除了三体和这个剧是他第一次拍剧，他以前是干嘛的，朋友们，他是给艺人拍这个广告的，是吧，你给我这样，你说两个你合作过的艺人，这样排面嘎你就上来了，太多了，几乎都拍过了，几乎都拍过，比如说刘宇宁拍没拍过，刘宇宁有条片子差点合作上啊，差点合作上，我呢
就你还下回杀青者咱们就合作了。你再努努力再我够不上哎，我够不上你。没没没没，够不上你。收回。对，基本艺人都拍过好多，因为他平时就是不拍戏的时候就基本都是拍广告，其实拍广告那个还是比较比这个拍戏赚钱啊，他说的啊。没有。然后呢我特别逗的也是有一次什么呢，这个 Niki 他的女朋友，哎，能说你有女朋友吗？你不走这个艺人路线吗？没事没事。是他女朋友呢，有一天呢就跟他说特别喜欢看刘宇宁直播啊，这个很正常，大家都喜欢。然后呢，结果他就跟我说了，他说他女朋友就在家隔离期间呢，就天天没事看我直播。然后呢，我当时说他女朋友在北京隔离，结果呢，其实他女朋友在上海。然后呢，他女朋友第二天就给发消息，宁哥直播的时候说你有女朋友在北京隔离，你告诉我你有几个女朋友。就当时也算给他坑了嘛。然后但是妮可哥也非常好，也没生气，是不是？那你是的，我相信他此时此刻你女朋友应该在看，对不对？啊，应该在看吧？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因为上次我估计媳妇儿，我说了啊，这是口误，我没北京女朋友啊，是我口误啊，因为我以为他女朋友在北京隔离，其实他女朋友在上海啊，就是搞得好像是北京和上海各一个的那个感觉，但是确实是就一个。然后呢，那你对这个剧的拍摄，你有什么就是想说的吗？就是你接着这个活是为了什么？你先告诉我。我是为了创作，你是为了创作，我完全说的真这个官方啊，不，这真的这样的，我接这活就是我一般接活剧方面的话，就我只接好能够做作品的，的确都是本子好，各种配置都好了才接。当然，因为我觉得大家，我希望就是跟一群所有都是为了创作而努力的专业的人在一起合作，这样才能做好东西。没错，没错啊，因为凌河做的东西，反正都是，咱就不用说了，就是口碑这一块确实是不错，是不是？那除了这个呢？你对这个剧，你觉得你有什么想说的吗？这个剧整个剧本你拍摄下来，今天也最后一天了，或者是其他的演员，你对哪个演员想说什么？啊，对他们的感受，合作下来的一些感受有吗？我很幸运能够跟大家在一起合作，为什么呢？我觉得都非常专业。嗯，因为所有的比如说演员的专业度也好，配合度也好，各种都做的都非常的好。傅晶，你在后面笑什么？啊，你在那笑什么？你在那？他说演员很好配合的时候，你为什么笑了呢？真的都非常的棒，都非常的专业。哦，对，非常专业。王老师，我问你个问题，你说，你觉得全剧组的演员谁最好拍？最好拍都好拍，不要这么官方，没有什么随便好不好拍的，真的都好拍。就是有没有一个演员是那种就是你下哪个角度都360度无死角那种的，有没有？那这位，我全是，我是360度全是死角，就是这个，我觉得。那你拍傅菁的时候，你觉得就是他这个从这个角色出发，他的这个五官，你觉得有什么想要说的吗？比如说他，因为他。我听说是什么呢？因为傅菁太瘦了，他是特别瘦的一个人，就是你可能上镜之后你觉得正好，但是其实他现实中特别瘦。然后有的时候我们 Niki 老师给他拍的时候，都得找那种特定的角度把他拍的稍微饱满一点，要不他这两是吧？拍别人是有些演员是要把他给拍瘦，那拍傅菁我是要把他给拍胖，因为他太瘦了，对不对？他太瘦了，我要把他给拍胖。对，所以也会根据不同的演员用不同的一些就是角度去抓取它最美的一个瞬间。主要是咱们这个剧，我们荣天剑拍用的是13号粉底，甚至13号粉深，对，所以就是本来就相当于全脸打了那个侧影，当然会显瘦啊，对不对？是不是？傅老师太瘦了，刘宇宁也瘦，你闭嘴吧啊！也不用，可能不用那么客气啊。刘宇宁本来就瘦啊，还说是不是非常专业？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我跟妮可老师学到好多东西啊，就比如说，其实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那个摄像那个镜头都是有滤镜的。所谓的滤镜就是好像会加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玻璃片叫什么东西，那个 ND 吗？ ND 或者比如说女孩对柔肤镜那种的，对，比如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拍男人的时候一般用什么样的镜头？就是要看，还是要看角色，如果比如说一些阳刚稚气的一些男人，阳刚的男人，阳刚的基本上我就不加，不加镜片，就把它给通过光影啊各种角度啊运镜啊，把它给拍得更加阳刚气，增加了人物的一个角色度，明白，增加。然后拍女生的时候，有些柔美的女生呢，我反而要加滤镜。柔美的女生加滤镜，加完之后会有什么效果呢？她的皮肤的毛孔啊，包括整个光泽度的这个画面的这个润度都会不一样，包括有些高光位，它都会有晕光出来，就画面会更加变得比较偏柔美一点。就是
还得按照剧情这个戏来，还得按照戏来，而不是说想加就加。没错没错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专业。我今天我跟这个尼克跟尼哥合作呢，就是反正学到了好多东西，非常的开心，是不是？非常专业，朋友们都是学到了，是不是？好，差不多了，哥，哎，谢谢谢谢谢谢啊。不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这里边全，我不拍你的没，我会拍的，看一下这里的全貌。正常基本上这是我们的现场的监视器，然后基本上导演呀会坐在这儿，然后看着演员的表演，一般是三台机器，就是三个监视器。然后呢，这面呢也会有三个监视器啊，这是两，就是对放的。然后这面一般做的是什么呢？一般做的是化妆老师、服装老师、摄影、灯光都会坐在这面，然后他们会现场看着演员的妆法呀，包括一些光的一些调，就是调笔这些东西，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环节。你们跑什么？这跑了，这为什么跑了？为什么都跑了嘞？是没事儿，所以呢，平时对就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可以看到现场的，然后现场的一个状态，哦，好清晰啊！那不然呢？我们现在机器都是 8K 的，专业的啊。三台机器显示的是不同的，因为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有三个摄影机嘛，画面都是不一样的啊，是不是？现场热吗？我都出汗了，都妆都花了，好热好热。行吧，那接下来去我们就是现在播了多久了？播多久了？七点开始，三十六分钟。那行吧，一会儿我们去聊，看看我们这些无聊的演员在干嘛啊？他们太吵了，其实你们都不想看他们，对不对？太吵了，在那抢戏。我们这边采访一些专业性的东西，你妈就是窝赖叫了，跟蛤蟆草坑似的，一天到晚的。哎呀，热疯了都。要不咱们今天关了，到此为止吧，不想跟他们聊了。不想跟他们聊。没有热，还不想进去了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就是平时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现场拍戏，那不拍的演员在哪儿呢？啊，没必要。不拍的演员在哪儿呢？会在一个他们专属的休息区里面，然后在那边休息。然后一般演员都会干嘛呢？就是基本上，我跟你讲，我们这个组的演员非常的专业，就在后场期间，没有一个演员在玩手机，非常的专业，没有一个演员在做别的跟剧无关的事儿，全部都在看剧本，哪怕不看剧本也在看书，增加自己的文化底蕴。所以呢，我们这个剧组也不例外。啊，就你确定吗？凡是我遇到的这些演员都是现场非常认真，从来不会让自己的思维跳出戏外。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正常演员休息的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鸦雀无声，朋友们，鸦雀无声，因为鸦雀进去了都听不到他们叫唤，他们声音太大了。走走走，啊，真的是，你们在干嘛呢？别整了，还在补妆。哎，坐姿坐好啊，注意一下形象。什么意思？镜头要来了啊！鸦雀无声，对，你听听，鸦雀无声啊！来，抓几只？抓二十只，没抓到。抓鸭子，抓几只？抓二十只，得抓呀！我们那个咱们在直播注意一下吧。Say hello。哎，对，跟那个广大网友，网上现在就是这个直播间里现在有六十多万人。我妈妈上电视了，妈妈。妈妈上电视了。行，没事，咱们一个个介绍啊，一个个介绍。Hello。那不重要。不着急，不。不能从你介绍，因为咱们这个行业讲究的就是一个咖位，是不是？所以说怎么说呢？咱们这个咖位先等一会儿，抢饭。哎，咱今天就从那个，咱这个剧组呢，就是讲，哇，这太亮了。来，说给他，我先确定一下方位。我只能说。我领先，我就不要了。哎，好像卡了，领先，好不好？卡不卡了？这里面的信号。等会儿有点卡，没事，你们聊你们的，不用管我啊。是卡了吗？故意给你们只留了四个呢，要不然我原来说要有三个的，有一个人要陪着我一起出血进去。哎，好像卡了，等会儿不卡啊？我看你们，我看不到你们打字了啊。能删的可以啊。我看不到你们打字了。前提是我得输，查也不行。可以，查可以，这可以。这个把这个有机的东西啊。查可以，可以，没事，无所谓。没卡啊，我卡了。那快回来，你还那是我卡了。这样，我们来，我们我们我
那么这样子吧，我们挨个每个人都会介绍一下，好不好？这个光，这个光，我们前面来一点吧，前面来一点。声音有点杂啊。要不要拿个灯来？不用，这样子灯是 OK 的。就接下来我们就是每一位演员都用三个词介绍一下自己角色，好不好？啊，先讲，先想一想啊，想一想。好，我们先从这个咖位最大的我们。开玩笑。从他开始。对，没有，我会从号那个不是你，没事。也没说话。来主持，哎。说谁？来，这个我们、哎、我们采访一下。好，我们采访你，不要。哎、我们剧组这个咖位 ，Hello， 咖位最大的这个什么咖位最大？把那个麦克拿起来，别闹，手里拿的。对，来，对，吓跑了，都吓跑了。这个开场谁说的是？我们用三个词来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好不好？来，自己角色能吃，能吃。你是演一个厨子。我在那个《天行健》里饰演角色叫乌兰山，是个格格。虽然我这身扮相没有格格的样子，但是我是一个留洋回来格格，所以这还有个小卷卷，看是气质非常的好。对，有个小卷卷。助理主持，我不给你，你不准备了一些问题吗？快，手机灵魂拷问吗？手下留情，口下留情，口下留情。好，一部戏下来。啊，我们都没有跟梦莹合作过，对吧？至少没有那首戏，所以这一次得请梦莹自己给大家介绍一下。哦，你刚刚介绍完了，好。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看你微博上老晒游泳啊、骑马、射箭、爬山，这个组这么闲的吗？没有，是很快乐。我游泳其实是。No， 我要澄清一下，我学游泳是纯是为了戏，因为我之前是个旱鸭子，所以我在这个戏里有一场戏就是在水下的，跳水里，我知道，对，跳水里救人，然后我们三个演员，所以我就学了段报了12节课吧，然后八节课学会了，学会了，就是对，学会了，好的，哎，你不会吗？我不会，好的。抱在我身上，对，抱在我身上。梦莹老师，我想说什么？黄梦莹呢？就是我跟他怎么认识的？朋友们，我是通过陈楚河认识的。因为陈楚河，我大哥，我跟那个陈楚河拍戏的时候，也是我们腾讯的剧啊，《说英雄》。然后我跟他拍《说英雄》的时候呢，他去给陈楚河探班，然后呢，陈楚河巧不巧，陈楚河演过黑瞎子，我也演过黑瞎子。然后呢，他去给陈楚河探班，探完班之后呢，我就跟他认识了。他有，我有。我声音有，然后呢，我就跟他认识了，然后第二次就算第二次第一次合作，但结果一场戏都没有，一场对手戏都没有，但是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我刚刚跟他、是的，我刚刚跟他同框了。对，我们拍了一个擦肩而过，好 OP， 特别唯美的，对。啊，不重要。拍 OP 又能怎么？所以，哎，你这样，我觉得这样每个人都说一句，就对这个剧组或者制片人也行。就是或者对导演也行，对任何就咱们说一个吐槽好不好？对对对，就是你拍了这部戏特别不爽的地方，你可以在这说，有网友替你去做主。行，哎，来吧，我要大型吐槽现场，太烦了，真的是所有人都内卷减肥，有些男演员快镜头过去一天吃一顿饭，我要吐槽一下。没有没有没有，我已经恢复一天饭。是的，所以我们内卷特别严重，还有这位也是疯狂健身的啊。还行。对，大家内卷特别严重啊。是的。这个很瘦，没有，所以你就是吐槽的就是什么呢？吐槽就是大家都在内卷减肥，包括导演也是啊，给你压力很大，对，压力是不是好大？嗯，好吧，差不多了啊，拉一环给我，谢谢。下一个，一会儿咱们还有别的环节。下一位，来，哎，好，麦拿过去，麦，你去哪里？这个吗？咱这是按咖位来的吗？不太好吧？好，我们不尊重啊！来，这个最新的大红人啊，我们的啊，来，麦先给我问你问题啊！你说，俊杰啊，秦俊杰，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的，你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剧里饰演的那个角色。门三刀啊，老被你打的那个，老被我打是不是？嗯，演门三刀，然后也是我们演员秦俊杰。我跟你讲，朋友们，15岁开始拍戏，这绝对是个老戏骨。对不对？这是老戏骨秦老师啊，今年18，才干了3年，也行，确实，除了就是长得着急了，是有点着急。来，那我的问题，慢，来，那个门三刀和卓不凡，到底谁的武功更高，脑子更好？脑子肯定我好呀，武功他高一点。但是我神探嘛，谁长得帅？他。不要打扰我学习。哎，我15岁，第二个问题啊，15岁第一次演戏，演了16年，每个角色怎么找新鲜感？
不知道啊。嘴唇抽抽是什么？不知道呀、啊。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告诉你怎么回答啊？就是特别官方那种的，就是从15岁拍到了现在多大？不重要啊。拍了十几年的戏，怎么每个角色找不同的？你就要说这么说。因为每个人的出身都不一样，每个角色、性格，包括他的人生经历都不同，所以当我每一次去接触一个新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就感觉又活了一世。没错，就是我觉得这是做演员特别幸福的一点，就是可以体验不一样的人生。不行，太假了，这个回答。来个真实的，来个真实的。真实的就是拍着呗，就有活就干，是不是？啊、好好做一个演员。拍着呗，对啊，演呗。对，演不一样的人多好玩啊！那你觉得演这个戏和别的戏有什么不同，或者是都一样？这个戏剧本很好，完了跟这么一座对吧？这么优秀，就是实力派的演员在一块演戏，就学到了很多，哎呦，学到了非常多。经常在监视器面前观摩刘宇宁老师还有这个傅菁老师的表演，经常从他们的一些处理中学习到了好多的好多的东西。算了吧，行。还有一个问题啊，还有聊聊自己从俊杰身上吸取的关于演戏的精华。什么？自己从俊杰身上？你不能把问题揍啊！不要太虚伪。不我们老板说不要太虚伪啊！快回来！算了，你就别按照这个采访提纲来了。啊？这采访提纲是剧组给的，你就这样子吧。不是，你吐槽一下啊，咱们剧组哪个演员最不好合作？哪个演员最啊？我刚想说，你说。我吐槽黄梦莹最不好合作，就他就这个怎么为啥你知道吗？演戏演得太好了，每次都被抢，哎、很难受。哎呦，每次都觉得自己的风台被他抢过去了，你知道吧？你别接吧，每次都觉得他演得太好了，然后自己被秒了。特别的难过，所以我最讨厌跟他合作了。是你太官方了，真的每一个回答都很官方哎，没有咱们这样，咱们因为观众什么的最不喜欢就是这种商业互吹，你说一个就是实实在在的我都不是，我没什么好吐槽的演员，咱吐槽一下老板呗，下一次不要再写这么长的词了，就吐槽老板，我真的被吐了呀。对，因为每一场戏都是什么呢？都是几页纸。反正那个最长的一场五页纸的台词，就是吐槽老板是吧？对，片酬结了吗？其实老板还是很不错的，编剧是一个好编剧啊，没错，剧本写的非常好。是的，俊杰不容易，说啊，下一个，我累了，我都。麦，兄弟，快擦擦吧。来，咱们就这样吧，来。来吧，我知道。先给大家介绍一下。Hello， 介绍一下，我们没有卡位啊，都是自己人啊，都是自己人。Hello， 我是演员黄皓月，在剧里面饰演柳林。哎呀，这挺白。那不然呢？你宁哥直播专业的，必须美颜这块给你调的稳稳当当的。能给我小头吗？能给我小头吗？不能说这样，我这场直播绝对不会影响你以后接活。有回放吗？回放肯定有啊，就是一定会有的。你现在说的所有话，都在你红之后，红以后都算你的一个就是这个黑历史，有没有？不要。Thank you， 真的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宁哥你好黑，我今天用了3号粉底，也不黑。来，快来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剧中的女演员谁最好看？当然你了，你这个官方的话啊！你看看梦莹，你看看梦莹的眼神在看着你呢。说的很对，一把手要躺平。梦莹和他所有的演员都看着你呢。这个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这个就是谁在画里就谁最美，就是我最美。没错啊，就是然后、那个、就别管就是我最美。就那个微博上看你是自拍狂魔啊，所以就是给大家推荐几个拍照的修图软件或者是拍照姿势，因为我看你也挺会拍的嘛。来，就是来一个六连拍。主要是妆化的好，我睡觉都化妆。来一个六连拍好不好？六连拍。来，准备一啊，真的要六连拍吗？你啊，我弄给你一起一起，不，你往哪躲啊？啊，不他，人家是主角，人家是主角。来，一、二，你给人整尴尬了，没事。我拍不了。对对，这个就得很看氛围的。自己在家弄行。对，哎，谢谢。自己家的行。这是我们这个戏的腾讯方的制片人李尔云，给我发了个信息说，找个人给宁哥拿个矿泉水，我都感觉他渴。说那么多话没喝水，不重要。谢谢谢谢我们。举会儿，你喝点。谢谢甲方啊，棒棒棒棒棒，真的是温暖。真体贴。来，
我帮你拿。我以为你要。我没有钥匙。拿走，不用。你搞什么？这什么？这是皓月，给大家再介绍一下，黄皓月。然后在剧组饰演谁呀、啊？柳林对不对？柳林，我跟皓月也有一定的渊源啊，也有缘分。因为紫川的时候，他饰演的角色是白川，嗯，然后呢，然后这一次又我拍紫川的时候，跟他虽然合作了一整部戏，但是我一场对手戏都没有。咱俩演了两个戏，没有一场戏。然后这、哦、就一场，这场，然后这部戏呢，我跟皓月又一块合作了，然后呢，完全又没有对手戏啊，就非常的尴尬。但是有两场对手戏，但基本没词儿。然后呢，也。熟悉的陌生人，没事嗯，要给我补妆，还要给你吸个油，啊，我已经冒汗了，没事无所谓了，啊，无所谓了，来，好，谢谢，哎，对，所以呢，就是最，没错，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每次都能遇到皓月，但是很难得，希望有一天就是怎么说呢，你宁哥火的那天，我能演特别，能我在剧组能做特别好的决定的时候，我邀请你来跟我。好好演，好不好 ？Thank you， 我一定，是不是？那你好好努力。嗯，我努力。希望你就是能，越来越红。好，行不行？好好好，谢谢大家。行啊。来，我们下一个走起来。我帮你举吧，你来问他嘛。我来，你得举太久了。那这个给我来举。行，这就行了。你别看着我，我来了。来，给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和自己的人物。哦，就是。不用，没关系，你自己拿着麦。啊，对，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思彻，然后我在这部剧里面饰演的是林安静，就是形容一下角色，角色就是拿高一点，听着了，角色就是就是人如其善，就是非常的清新可爱，可怜又无辜的一个茶。就这样，就很清新绿茶。来，我问一下，剧透一下，剧中你和谁的关系最近？我最近和最近，我和王地宝，是吧？应该是。你回头。你看不到他，在这。对，这是他的 CP。对，你俩什么关系？在剧里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就你们俩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能透露的？精彩。就是我们关系不是特别好，你们俩有吻戏吗？这是能说的吗？能啊，这是能说的。我 Q 一个，你们俩有吻戏吗？我俩早说了没吻戏，我们已经说了吧？没有，对，来说吧，有吻戏。是，我不用，我的妈呀，我们梦莹，来，上面，没事，我来，所以都来抢，对，都在抢，我的天哪，这个也是你刚刚介绍你自己角色了吗？我刚刚出去补妆去了啊。然后挺好，补的挺好。哇，这个光打到这个脸，看着会怎么这么白？没关系，它后期的滤镜导致。哦，这个滤镜也太白了。可以的，不是你拿着麦克风，别把麦。哦，好，哦，对不起，忘了，不专业。不用那么近，它这个收音挺好的。对，我跟那个什么，我跟我们这个你叫什么名的啊？陈思彻啊，对。没事，我们都记那个记的剧里的名字。看到美女紧张是吗？那倒不会啊，因为确实也不是特别的那个什么啊。然后没有，因为我跟那个思彻也是合作两部戏了，紫川里也有他啊，也有他，他演的啊谁啊不能说是，因为会被骂的。哎，然后为什么？因为你演这角色很好。然后呢，这是第二次合作，然后其实也没什么对手戏。那你觉得这个剧组当中，你拍摄过程，包括像你现在马上要杀青了，你有什么对这个剧组的吐槽吗？就是跟林哥拍了两个戏，没有对手戏，就像紫川也这么想给我拍对手戏吗？哇，紫川也没有，然后这个戏紫川有一场就是你来了我跑了，哦，然后还有就是这边那场是就是打架我来了你跑了，哦，啊，反正就是没有打过照面是不是？对，没有。好啊，那希望有机会咱们下一部戏的时候能有点对手戏，是不是？不是，你刚刚跟皓月说的，你要再说一遍，不然你听到了，你听到了啊？嗯，哦，好，你还有没有问题了？没有了，那个采访提纲上没给了。那你能？我这么无趣吗？什么呀？就是靠你自己介绍。那你现在来说吐槽一下谁？你想最想吐槽谁？观众想听一听。我反正我不喜欢王地宝。我说了杀青，我就要把他微信删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你拍吻戏的时候占你便宜。因为他说我像一只蛤蟆。
啊，对，而且你知道他搂着我哭，就是你想，就是我跟你说，说的最多的就是王立宝，注意你的鼻涕管理。他哭着哭着鼻涕就是他哭着哭着还亲我，他亲我就是那个这儿就鼻梁的全是鼻涕。哦，就是他给你拍那个吻戏的时候边亲边哭，然后一边哭，我鼻涕弄得你满嘴都是。哦，对，没有，就我鼻。不是，主要是因为他演的是不能那个时刻是不能动的，不是不能动，就是我确实是也是不想动，就不能动的一个状态，所以太难受了。王立宝只是想借机把鼻涕擦掉。没错没错，但是我想说，就有点像专业演员那种感觉，是不是？你看，就像喜剧之王，鼻涕都流嘴里了，也对啊，我都没 NG， 没 NG， 是不是？我都没有，我都没有嫌恶心。啊，是。他也是，他鼻涕掉这么长了，他都还能坚持演完。我觉得庞海辰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哎，你总举的这个字是代表你的人物性格是吗？对啊，这就是我这个人物清新可爱。就是小清新，可以的，可以的。那也希望你这个越来越红啊！走吧，直接下一个你吧，好不好？来，没事，不是，要不你们坐一会儿吧？你们一直在行，你坐，你拿着吧。哎，歇会儿吧。哎，开玩笑了，来，我坐会儿。这是我们剧组的这个剧组的饰演啊，你自己介绍一下。那个，哎，麦这儿呢？对，是的，我是饰演王地宝的王地宝。我饰演王地宝的庞寒辰，然后演的一个角色是大姑县衙的一个捕快，是不是？对。那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过往的作品，有没有跟我们腾讯视频合作过的？哎，我想想，合作过的，这是腾讯是吧？腾讯啊，通过窗，你要说别的平台就要揍死你啊！一起通过窗就行了，可以。一起通过窗是吧？然后那个程序员啊，程序员，对对啊，和祝旭丹那个是吧？对对对啊，他去过你那个直播是吧？是，他去过直播间，然后还有几个，对，挺厉害啊。然后来，你来对手演员中谁给你的惊喜最大？惊喜，惊喜，你好好说，给我翻译翻译。什么惊喜？什么叫做惊喜？那必须是惊喜最大的，必须是我的 CP 啊，连静啊。是啊，人都吃你大鼻涕了，你这样的吗？不，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他给你惊喜了呢？主要是比较，不能剧透是吧？可以透，你该说你也，他们也听不懂。不，那我换一个，那个换一个给你惊喜的，你的惊喜这么随便？你想回答吗？什么意思？剧透了会？剧透。了啊，那换一下吧。对，蛤蟆那个梗，换一个吧。哎，马上杀青了，你对这个人物最开始的迷惑解开了吗？怎么解开的？最开始的迷惑就是我太轴了。就是我刚开始看剧本的时候都觉得我轴的受不了。我跟你说，朋友们，我全程都在追他俩，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朋友们，代拍也不过如此。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庞寒辰的演员，我觉得非常棒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我遇到这样的角色，我就觉得我演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整部剧，他所有的人物的思维，我在看剧本的时候就觉得王地宝这个人，就是如果让我演的话，我演不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说服我自己去做那些事儿。但是呢，比较极端是吧？非常极端，而且非常让人不能理解。但是他演的时候，我就觉得理所应当，他就是王，就是这么着，就是王地宝本人，我跟你讲，这个太难，这个人真的是这个角色是别人演不了的，因为他的态度做法，你说让我去演他的这种心理状态都演不出来，但他能够在整部剧演得非常自然，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做自己，你就是这样人，演技特别好。不是，所以你开始的时候接触这个角色的时候，你觉得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这角色是挺轴的，我是难以理解的轴。然后其实，但后来了解一些历史之后，知道那会儿的，尤其是在那背景之下的科举又废了，然后他也废了的这个状态，的确就该这么轴。对，所以全程都在追你俩。对，因为他是什么呢？他这个角色就是刚才我们白老师说的，他是我们三个男人。其实这部戏呢，讲究三个男人的故事。然后呢，当然还有那个林浩瀚也算一号，但其实呢，他是属于一个惊喜隐藏人物。然后呢，他是什么呢？就像我是练了20年的剑，想要当天下第一，但是当我其实你也轴，对，你也轴。当我要踏进武林的时候，要
做这个天下第一的时候，发现这个时候这个火气就枪已经出来了，练武功没用了。然后呢，他是什么呢？他是就是寒窗苦读，读了20年书，准备要考个状元，但他刚要考的时候科举废了。比如说你现在你们都是上过学，你就是为了要你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了高考上大学出人头地考研究生，但是就是研究生就比如说那个考试取消了，就是你前20年做的事都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那个时候他的人物状态是非常的崩溃的，对吧？所以这个是很难演的，这个是很难演的，而且他的很多内心就是你是如何，比如说你这场戏要做这件事，你是而且你自己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是不合理的？会有那个时候。那你怎么去说服你自己呢？对，我一般是我前期我会做一个就是比较系统的就梳理，就是他为啥这样，然后到了现场之后，其实我发现好像每个人工作的方法不太一样。就是的确，然后我是属于那种现场之后我就戴着耳机然后进入 emo 的状态，然后先让自己先 emo。 对，对，我在，你怎么会 emo 呢？然后对，李安静是属于特别活泼的，其实小宁也是，他在现场他都是不带手机的，对，他就自己在那儿默的那个啊，比较专业啊，比较专业。是，其实每个人状态不太一样，我的方法一般就是戴着耳机自己在角落里待着，对，先进入那个人物是不是？所以 OK， 他们提醒我已经直播了1小时，不重要啊，因为他们规定我们要播一个半点，他们怕我完成不了，你觉得这是不是个本身就是个笑话？他们特别担心啊，说宁哥，不用担心，你到下半夜嘛，这个。对，他说他们担心啊，他们就是直播，因为今天这个要直播嘛，然后平台就说那个平台派的宣传就过来跟我说宁哥，你今天好歹啊，你得给我坚持一个小时，好不好？你一定就这个直播最少最少坚持一个小时，但我们规定是一个半小时，但是你千万不要少于一个小时。我说那个有点难，但你一个小时不是刚刚进饭馆，还没有开始点菜就要走了吗？啊，是，就是这个意思，没错。所以他们担心我播不到一个半小时，没事，没问题。然后呢，还有什么想问的吗？你今天你助理主持，你得助理主持，我已经把上面照着念完了。你自己没有什么想问他的吗？那你这样子吧，你觉得你们男演员当中谁最帅，谁最好合作？你看这笑，你看他在暗示你。我老乡啊，必须的啊，老乡是不是？除了就是老，就是他，因为我们这戏啊，其实大家等会儿麦克风离近点夸我，哎，说，哎，看正片的时候就知道了。其实男生所有，我是不化妆，然后他呢是要化黑，然后包括化斑点，然后要就是要真正的进入那个角色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他们女生在正片里的时候都画得很黑，然后还有高原红和日晒斑，就是为了更接近就是真正那个时代的人的一个状态。嗯，对。其实在这种之下，有一天我们出去应该是收工之后吃饭，然后突然间看他俩没有带妆，就是惊到了，稍微有点不认识，就是已经不带妆之后美到爆。我们傅老师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啊，13号粉底。那所以，对，我们整个荣天剑派就是13号粉底。我们一相遇，他就是脸特别白，白白净净的就来了。我其实是最黑的，然后吧，但因为我不化妆，所以吧，我成为最白的了，已经。是的，是的，是的啊，美到爆啊！这你粉丝是吧？你粉丝夸你美到爆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行，好，我们下一个人，下一个，继续，继续。哎，下一个，哎，下一个人谁？下一个就。就来，我们从这边来吧，来玩来，让他们先玩会儿啊。来来来来来，拿着，拿着。哎呀，睡醒了。来来来，你到里边，你到里边，你到里边。来来，镜头给过来。来。好。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Hello， 大家好。你坐直一点，这样显得大。哎呦我去。好来。Hello， 大家好，我是。胡云豪在剧里边饰演的是门一刀，门一刀，有门三刀门一刀、啊、我饰演的是钟海潮。然后你这个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是应该是除了咱们现在演员休息室里边除了格格以外官最大的吧。是不是？我是国家二品官员，是个将军，是北洋将军。就是人问你是不是叫陈皮阿四。我叫钟海潮，忘记陈皮阿四，暂时忘记陈皮阿四。你给大家说一下你在剧里的 CP 是谁？我在剧里的 CP 啊，我在剧里的 CP 格格，还有海棠，
还有哇，你这么多，还有吧，啊，好多 CP 啊，对，我 CP 比较多啊，我还有病，我是真正有实权的人，对，哦，就是强，嗯，我是最有最最最有兵权的人，嗯，对，那麦就是拿着就行，别老玩了，哦哦哦哦哦，好，好 ，OK， 你跟你的 CP 就是合作下来什么感受呀？这个格格不在，这个应该格格在我在夸他，就是他会回去看回放的，我觉得是很专业啊，就是咱们这个剧里边反正我基本上都还是挺专业，除了那个连安静以外，然后人家现在在上海呢，人家现在别给杨颖活黄了啊，然后别黄我活啊，然后因为就是像我的前面最开始刚刚开始拍的时候就跟格格一起拍的嘛，然后格格就是发现，就是格格对每一场，哎，说个，我在说你好话，我怎么会说你坏话呢？就是格格，他俩是在剧里是一对儿，啊，嗯，然后格格呢，就是对戏的要求非常的高，然后就是对我的要求也非常的高，然后就是，然后在跟你拍摄过程中给你讲戏，对不对？教你怎么演，对，这样的演员真的是，就是你必须得这样演，你不这样演我跟你急，没有，就是我们会一遍一遍的去磨我们之间的台词啊，然后磨这个戏啊，看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等等，就非常的专业。你要爆料哇！终于等到爆料了，爆料，讲一个他的八卦，对不对？观众最喜欢没有没有，其实是我打你的事。没有，其实他是一个生活中特别暖，然后特别温柔的大男生，然后在剧里呢上演一个特别硬气的那个北洋军官。哎，什么意思？就是他现实当中特别娘，然后对，没说出来，温柔，就很暖，暖男，他真的特别暖啊。然后呢，你说我有麦，我现在有。他很大，就比如说我们里面有些比较矛盾啊、推搡的，然后他就下不了手，你知道吗？不上来。那我加个问题，就是你在剧里边，跟谁有过吻戏？跟谁？对，有过吻戏。都跟谁有过吻戏？都跟谁？只有一个。没有多，我们只有打戏。没有多，两个只有无数个。对，我们俩有两三场打戏。嗯。哦，麦克风轻拿、啊，哦，有经验了，侧拿 OK 来，我们两个只有打戏，我们没有我没有那个其他的戏份，对，然后而就是刚才不是提到了嘛，反正就是格格就是跟我这合作下来之后就真的是特别认真啊，对吧，我怎么互夸商量好的，对，那这个戏拍完你的感受是什么？你觉得咱这个戏能火吗？那必须呢，因为其实真的，我感觉这部戏值得火，因为我觉得这部戏无论是从编剧这方面呀，然后包括我们演员、导演等等的每一个工作环节，大家都非常的认真，都非常仔细，而且是尤其的认真、尤其的专业和仔细。就是跟其他我跟了解的其他，没必要拉踩，对，就是你的这个经历是很独特的，对不对？那对这次拍摄的过程啊，那肯定啊，这是第一次剃光头，第一次剃光头，但很帅，因为这个光头这个东西，朋友们真的是很考验一个人的颜值。就是像我这种，如果让我剃光头，那我基本上就是火到火爆了，也不是，就是其实光头非常考验一个人颜值，但是他们这几个男演员基本都是光头，但是你会觉得他不帅吗？不会吧，对不对？就是颜值这一块确实扛打啊。行，你今天衣服穿的帅，衣服穿的帅，今天衣服穿的是。这个是比较这叫什么，就是见重要在重要场合才穿的衣服。你这衣服一会儿跳舞肯定很好看。对啊，一会儿还有跳舞呢，叮叮咣啷的甩。哦，一会儿还有跳舞呢。行，好，谢谢我们胡一豪啊。天明，你别睡了，你起来。嗯，来，天明，起床。没有，来，这样侧拿，不然有声音。侧拿，不要不然有声音，不能让我手有声音，那就堵上就完了。哎，卡吗，朋友们？我刚有看有人说卡。你坐这儿，你坐这儿。嗯，来，你坐他那个，对我串一下给我。哎，咱们就是每一个演员都聊两句，让大家认识。哇，这是个坑啊！好，这个就很熟悉了，好不好？这个大家都知道，也还来过我直播间做客呢，是吧？大家好，我在我们戏里面演的叫抓鸭子，不是那个林浩瀚啊，林浩瀚，我叫抓五只，不是。陈天明，陈天明，你不是叫蒋龙吗？嗨，蒋龙，给我出去！没有，然后那你
哎，有问题。哎，有问题，哎，我有问题。就是天行健剧组，篮球、羽毛球以及跳舞的天花板，你这么说你认可吗？就是、不认可。为啥呢？不认可，这个太片面了。那你是什么天花板？太片面了。那你是什么天花板？刚才有什么？篮球。篮球、羽毛球、羽毛球、跳舞。嗯。其实这个篮球和跳舞啊，我不敢苟同啊。羽毛球也不是很赞同。羽毛球邹德明打得好。嗯、有朋友问你为什么这个戏不用剃头啊？为什么你不用剃头？因为我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是一个从南洋回来的一个商人。哎哦，对，是我比较思想比较先进，你看我穿的跟他们都不一样。对，因为我们这个戏造型就是也不是说造型吧，因为它在一个特殊特定的时代，对，然后什么样都有，它这个就比较像留学回来的一个装扮。对，然后呢，你看刚才包括那个俊杰啊，包括那个云豪啊，他们都是那种光头，都是光头，然后就是他是那个清末民初，也是民国初期的时候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就是正常装束，我是这种长发呢，因为我是一个苗疆，就是算是一个就是苗疆嘛，比较就跟他们那个不是一撇的、嗯、啊，我们有独特的一个就是少数民族的一个装扮，就是这种感觉啊，一个民族的装扮。对啊，对，看我这西装革履的，有钱。是的，是的。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啊？没有问题就下一个吧，这个不行。这还 CP 谁？具体 CP 能说吗？这个可以说。具体 CP 是刚才对已经跟大家见过面的柳林黄皓月。柳林黄皓月，对啊。咋样？跟他合作下来怎么样？你觉得？一般。不开心。其实就那样。也就那样啊。就那样。好吧，行。人长得挺好看的。这小伙人品不咋地啊！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没有，对，就是他非常能够进入到角色里面。没错，他虽然说，就大家都是年轻的演员，但是状态非常好啊。说你的，对，状态非常好。就是我们两个合作的时候，状态非常好。他从戏里到戏外，对我都是一个保持一个带搭不理的一个状态。你不应该自己检讨一下为什么吗？一直都，可能是我。那有为什么呢？有味儿，男人味儿。我对经常打篮球啊，可能是这么个原因。那你不能就是跟人女演员拍戏，你不洗澡就去吧？你那边洗也洗是吧？也洗，有时候也洗，有时候也对，有时候也洗。赶上过年过节的时候洗。这方面过生日洗一次也是可以。行啊，那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吗？没了。对，唠会儿呗，唠会儿。你这多少人？哎呀，没有人数。我们接下来还有好多演员。也没彩呢，是我们演员很多呢啊。来下一个，那老多人呢，差不多得唠会儿呗，差不多得了啊。大师兄，戏霸啊，你这戏霸，你过来，没事，你就踩别人，在我拿来啊，来这儿，来大师兄，来大师兄坐来，来坐，请坐，坐，来上座，来上座，都在看直播呢，看直播可还行，来看吧，美颜了吗？肯定美颜了啊，肯定美，漂亮漂亮。啊，来，这个是我们这个。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秦俊杰，饰演的是门三刀。Hello， 大家好。Hello。哎，这个秦俊杰最近吃的不错啊，看来就是经常去饭店吃饭。然后没有，拿点这个，我给你夹上吧。来，好。好。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你是我们大师兄嘛，对不对？对，你还没介绍他自己呢，他也没介绍哈。他说他是门三刀，对呀。大家好，等一下，你去哪儿？你看，哇，这个，哇，我每次在大师兄旁边，我好有自信，我好好看。谢谢大师兄，拜拜。他那个扇子上就是这三两下就看出这演员的专业能力了。来吧，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邹敦明，在本剧当中饰演的是于焕杰，也就是我们刘宇宁的大师兄。没错。其实整部戏啊，我跟他的戏就是。基本是最多的，对，就是除了那个就是那个傅菁以外，我跟敦明的戏我俩是最多的，天天在现场，就我俩没事就吵嘴吧，算是。你一看他这个造型就知道这个人是不好搞的一个人，对不对？好搞，在剧里、嗯、对于焕杰人好心善，你确定吗？我刚刚想问你的是，哎，你说我们的大师兄在剧里对我们不怎么样，那你告诉大家，你为什么在剧里那么坏呢？你别解释了，别给自己找补了，说吧。因为
白老师写的，怪编剧啊，怪编剧啊，并没有，并没有，并没有。那你给自己啊，是这样啊，你说。我是觉得就是于焕杰在这个剧当中就是可以说吗？可以说，不会剧透啊，不会。就是他是比较识时务的。识时务者为秦俊杰嘛，是不是？哎，对，哦，对，就是比较识时务。我觉得具体因为什么，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这个戏吧。Hello， 回头多看一看。对，因为明哥就是台词特别好，戏也好，所以我们平时在对戏的时候能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表演上的东西。比如你学到了什么呢？我觉得我普通话进步了，因为他经常纠正我。纠正你？去纠正。纠正你啊。对对对，然后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嘛，对不对？原来被夸的感觉是这样，好舒服。我问你，你在剧里有 CP 吗？周不凡啊。戴斯啊，其实他这个人物呢，其实是和整个门派里非常非常，就是我们的，你看我们穿的都是破破烂烂的，我们是一个小组织，叫做荣天剑派，他是也算是我们荣天剑派当中非常主心骨的一个人物，对，所以他跟每个人的故事都其实非常多。其实说白了，他的戏比我多，不是他的戏比我出彩，因为他的人物性格特别的棒。所以到时候一定要记住我大师兄，你看你看我的眼神都在戏里呢，就是没有，我觉得不凡说的对，不凡说的对啊，就是特别穷，我们这个门派已经穷到什么程度了，就是活不起了，就是把门派都已经卖了啊，就是怎么办，门派卖了之后，我们为了吃饭出去流浪啊，我们出去流浪去了，所以就是非常的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生了一些很好玩的一些很就是故事，然后也挺好玩的。希望大家到时候多多支持我们荣天剑，多多支持，多多支持。是不是？还有没有问题了？你自己想说什么，跟大家说呗。啊，你聊一聊啊，拍这部戏的一个感受。大家多多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微博叫什么？微博叫邹敦明。邹敦明，邹是那个那个流浪汉邹润发的邹，不是。大家关注一下，明哥平时在剧组里面对我们关照特别大，对，就是像我们大哥哥一样。那不可能，这一定是宁哥。明哥当然。也是台词还是没太教明白啊。邹敦明可以关注他的微博，因为他也是。他也是演过好多戏了，其实对，就是他是在好多戏里也是有他的一个角色，包括什么呢？包括介绍一下你毕业于哪里？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大点声说，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光荣吗？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没错，一定要有这个。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对吧？你真事儿，天明是营养师。对，因为我们这个戏，其实我刚老忘说了，都是很棒的演员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是其实都很多很多都是专业的。你毕业于哪？我毕业于这里，我觉得我这部戏你不想替你母校宣传是吧？他毕业于荣天剑派，我毕业于丹东烹饪二级校，所以我们对，我们都替母校宣传一下啊。我毕业于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好学校，一四级食品营养，你学食品营养的哦，厉害。那你还瘦成这样？来下一位就下一位，行好，也谢谢我们队名，谢谢我们队名，谢谢啊，来下一个谁了？来。来好，来拿那个什么，那他就坐这儿，对，就坐这儿，我们别折腾了。真的，你可以夹在自己衣服上。你给他准备问题了吗？介绍一下。我现在觉得问的问题特别官方，所以呢，就是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说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伟豪，在剧里饰演的角色名字叫丁宇。对，你想聊什么你就聊什么，大胆放心的聊哈，观众想听的你知道的，来。我们最有趣的就是北洋，他们俩已经聊完了嘛，就是在片场就看他俩斗嘴呗，他俩都嫌弃，互相嫌弃。对，你是山西人是吗？对，所以你剧里说的台词基本都是山西话，对不对？也不是，就是我会加一点山西话进去。哦，对，让角色感觉会更加立体吧，就是。比如说两句山西话，比如说卓不凡你今天死定了之类的，就是这种的，你休想跑或者之类的。我想想啊，卓不凡然后什么，随便你想说什么都行，就比如说今天你插翅难飞，我看啊之类的啊。卓不凡你今天死定了啊。啊，你哪儿都别想跑。我怎么有一种、有一种就是肉夹馍的感觉，是肉夹馍。因为山西跟陕西是邻居，离得很近。哦，对，会有点相似，对不对？是的，很近。
啊，对，麦对麦不要摩擦它，麦不用那么近啊，就是拿着就行。Sorry。好，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对，我想听他自己说。嗯，对，你就是你拍完这个戏拍 ，OK， 别捏 ，OK， 知道有杂音，你杂音很大吗 ？OK， 哦，不捏，不捏，没事。就是那你拍完这个戏，你觉得和你以往拍的那些戏有什么区别吗？你觉得这个戏？这个戏因为荷尔蒙更足一点吧，男人的戏是基本都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在拍摄上或者是导演合作下来，你对导演有什么吐槽的吗？导演骂没骂过你？导演骂不能说吧，可以说。导演骂是为我好，不动手就行。导演是导演怎么骂你？是直接就是上走还是做？导演是软刀子，他让你对激起你一些表演上的提高呀，对很有帮助的。哦，行吧，好官方，好官方。对，所以说你还是这么官方，是不是？那你有什么想吐槽的吗？对于这个剧组，嗯，都挺好，都挺好。好，下一个，等待上映。好，下一个。小季，来，快自己 come on。我觉得是这样，你别你身上就行，你别你身上，他们都能听到。来，抓紧点。那你们仨一起，你们仨一起过来吧，来，我们龙天剑派，还有三位。还有四位，但还有一个。大家好，我上电视了吗？看见我了吗？麦麦。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坐，咱们这样，咱都蹲着吧，啊，都蹲着。嗯，都蹲着，蹲着也行。蹲着吧，蹲着。一个一个介绍啊，朋友们，这是这演员在这里面饰演秦陀啊，秦陀是吧？啊，冷气员。哎，你坐着吧。朋友们，你不觉得这小伙眼熟吗？就是。这个小伙吗？我给你世子有声音，我帮你们。你起的名很好，他是在那个最近热播的什么？你在《写诗天下》里边演谁啊？萧雪空啊，就是他。我们四大废物其中之一。是，这也是很眼熟的，在这里演我的一个手下，然后不是我的手下，我们门派的一个弟子。对，我是三师弟。三师弟，对。你看我们在一块儿就跟丐帮似的，对，差不多吧。秦陀是我们龙天剑派的武丹，是吗？你们走开！真是的。哦，弟弟。为啥？好行，来。但是我今天特别想吐槽一个事儿。你先说。刚才你们说，本来我不好意思说这个事儿，但是刚才你们既然都说了啊，然后说我们门派非常的黑，还要上那些晒伤的妆啊。你说，看今天一个个卷的，画的一个比一个白，那不然呢？对不对？今天直播啊，所以今天是最黑的，所以今天他们人就是那个正在看直播的腾讯平台爸爸汪汉贤先生，让我给你送瓶水过来。哎，谢谢哇，真的是谢植入吗？嗯。不要捏麦了，我说。现在还在捏吗？对，现在有。你这样没事，这样有吗？你就别着就行了。你就别他，不要动就好。好，没事，他的声音收的很好的。不用。然后吐槽什么？对，今天我们画的都很白，是不是？对啊，今天在化妆间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白啊。今天真的是，今天我特意跟化妆老师说，我说我今天我死活你别给我上十三号粉底了，否则我今天会影响咱们剧的一个以后的一个期望值。但其实也没白到哪去啊。很白了，但是看正片的时候绝对不是今天这样。是的啊。那么黄行。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张晨，在剧中饰演黄醒。但是你就别的就行了，他能听到。就算是宁哥的小跟班了吧，差不多。是不是？这是你第几次演戏？算是正常拍戏吧，算是第一次。第一次拍戏是不是？从头到尾对。那你觉得在这部戏里和这些演员合作，你学到了什么东西？学到了，比如很多很多，比如说。比如说宁哥的演技非常好啊，哎呦哎呦，傅老师啊，教我们跳啊，这是官方印象，但是有一个人啊，我很不喜欢，谁？敦明哥。为什么不喜欢邹敦明？因为他总吐槽我，就是每次我演有演戏要进入状态了，就会吐槽我一句，就是然后我也很特别影响我的心情。你进入什么状态？演戏的状态，狗东西。对。没有，因为我们这个他原名叫张岑嘛，张岑是吧？张岑啊，然后呢？张岑，张岑，就普通话，张岑，这也是一个卡了，宁哥这么卡吗？
就是快杀青了都没记住队友的名字。没有张词儿啊，一般我们就叫剧里的名字张词儿。然后他也是第一次拍戏，但是小虎很认真，非常认真，也很虚心。然后有的时候包括有一些他的重场戏都会来问一些这个同组的演员是怎么来。然后呢，那这个戏你一个你觉得怎么说呢，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什么？收获是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你像就之前就是因为不是第一次拍嘛，就拍这么久，嗯，然后有的时候经常会找不到机位啊，或者就是卡词儿啊，或者是就表演状态啊，包括在镜头前面表演的分寸感，嗯，然后这方面因为是在学校里，小孩多大？就是在学。嗯，小孩22岁，22岁，别推我，我站不住啊，欺负人。嗯，然后呢，就是很，就是这些东西，就是通过这部戏以后，就是有就有了很多经验，然后下次拍戏就会注意到很多东西。像这部戏的话，就可能东西有些还注意不到啊什么的，然后经常可能会被导演说，嗯，啊被他们说，然后对对，要不就是经验，他这个杆儿就是不太稳，没事，或者我拿，没事，我拿就行，他这个杆儿不太稳 ，OK， 好，这样就好了啊。嗯，行，所以也希望这个你以后越来越好，好不好？来下一位啊，下一位。大家好，我叫唐宇，对，然后在这个。天行健里面饰演的是唐宇，我叫谭权。对，谭权啊，看我们这个其貌不扬的这些装扮，这别说话。对对，因为我们都是苗族苗疆的弟子，优秀少年。对，因为他俩你俩同学吧，是吧？哦不是，他是我师哥。对，这是我师弟。他是师哥啊，来就是介绍一下你毕业于哪？我毕业于，一定要用，我要像大师兄那么说吗？你可以，多少有点要挨骂了吧？是，给大家讲个笑话，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啊，是什么意思？对，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啊，中戏的，这中戏的，我这是他师哥啊，这是中戏的师弟。这个张词儿就是之前我直播说什么呢？这小伙刚刚考上就是这个那个大学传媒是吧？对，啊，传媒大学，然后北京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对，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然后呢，刚刚考上一下我的学校，刚刚考上大学三年网课就是他，啊，是啊，是上了三年网课。我跟我的同学都是网友，跟他同学都是网友，多惨。网友，所以你们现在还能正常上课的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开心吗？你们就是凑的乐吧，真的是。就这小伙啊，同学都不熟，关键他学表演，对，然后上了网课，是的，没错啊，就很那个什么啊，嗯，来再介绍一下你这距离。希望大家关注天行健。关注我，哎，我天，我感觉就我最丑，为啥呢？都把我们都好不到哪去。所以你拍这部戏，你觉得对你来说，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印象深刻的是打戏，因为我这个群剧其实我的对手戏最多的是王地宝啊，所以我恨死他了，因为他，就是刚才那个庞海神是不是？对，庞海神就是那个光头，他打了我很多次，就是最后我 game over 了，因为他。哦，所以你现实当中没有开玩笑，行吧？那你我来，附近有没有附近？来，你去哪儿？哎，来了，你一点不称职，你得，你今天你是我们这个门派最好看的，然后大家看一下我们到齐了，我们少了一点，还有一位戴斯，对，还少一位戴斯哪去了？戴斯没在，有事啊，走去了。来，这是我们一起说，我们是什么？融天减排。什么呀？你说的是啥？融天减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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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我们全体成员，就是基本还有个女孩，但是她有事儿，今天没来啊，刚已经撤了。这是我们大师兄、二师兄、掌门、三师兄啊，对，是掌门及二师兄，没错，三师兄。我是谁？师娘，司令，对，就我们这个造型，出去说自己是丐帮的，都有人信。就霍小姐，我刚定完妆，我妈就说我是不是演乞丐？嗨，也不至于，也不至于。对，所以我们这个组织是非常的开心的。这个组织对，非常开心，但是也非常穷困潦倒。你看穿的，就是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你们每个人的，就是唯一的一次经历，就是整部戏我们只有一套衣服，对不对？当然。当然，我两套，当然是两套，当然不是，我们还有伪装过呢，伪装啊，伪装，我们还有学生装，还有那个内务府的，对，有回忆，有回忆，回忆不也穿这个吗？是的，我是穿的这个，还是有别的，我还有个制服，对，那再往下就剧透了，是的，因为剧透就好，都没有，是的，因为我们太穷了啊，因为我们太穷了，也差不多了，还有谁？我们还有别的演员来，对，还有，来，差不多了啊，你俩一起吧，过去还是凑过来，来，我咱来过去吧，过去那光头。那舒服就这边，这是光好，就这边来，拿来，小心，轻点，快快，要练武还行，轻一点，来，没事，就夹在衣服上就行。
好，对我捏的话容易碎，捏碎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哎，哥，大家好，我是威利斯，在剧里饰演格泰。大家好，我是林山，在戏里饰演贤哥。来，你往我这边。OK， 你介绍，给大家介绍你自己的就是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这个角色呢是比较憨厚老实、忠诚。你看起来好像就不太好惹的一个角色、啊。没有，其实我的大部分的对手戏都是跟门三刀。嗯，我是演他的好哥们儿、好兄弟。嗯，背后插刀的那种啊。啊，背后插刀的啊。其实我们这魏里斯老师呢，就是朋友们，他其实是一个艺术家，怎么说呢？你说你就是什么都会，比如说武术啊、舞蹈，你不知道他跳舞跳得有多好。对，跳舞看过《武林大会》吗？朋友们，就是这都会看过《武林大会》的朋友应该都认识他，非常棒啊，非常棒。他的肌肉也特别的，嗯，对我们中国的民舞的代表人物，他秀过肌肉，你没看吗？秀过肌肉。对，他问你是不是《城池英垒》里边那个队长？对，就是他。哇，你能认出来，可以啊，没演过几部戏啊。哎，汗都出来了。所以优秀的角色往往都会被人记住，我相信这个也会被人记住的啊，是不是？对，我也希望大家多关注这部戏。嗯，那你有觉得这个拍摄过程中有什么让你难忘的事儿，或者是不一样的经历吗？和以往拍戏？嗯，最难忘就是他们要让我跳舞。当然，你是不是？我们都得跳啊。我最难忘的就是一会儿。我们这个是歌舞青春，我们这、就是。对，我们这个其实一个是歌舞题材的戏。对对，一会儿我们可能。朋友们，一会儿有可能会看到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是三个，现在算是三个组织，我们荣天剑派算一个组织，这面呢是属于朝廷这一块的，他们这一块的是一个组织，然后还有北洋那一块的，也就是王地宝带的那一撇，我们三撇呢一会儿会有一个斗舞啊，特别的炫酷，是不是？每一个组织都会有一个学一个舞蹈，当然这是我们他们这个。内务府这一撇的一个副，就是怎么说呢，舞蹈队长啊，嗯，对，副队长吧，算。那队长是谁？队长门三刀。队长跳的没你好，你就是队长。队长是个虚职，副队长才是掌握实权的人。是的，是的。来，我们贤哥啊。啊，我是贤哥，我是在戏里面饰演门三刀的侍卫。啊，门三刀呢，武功在这部戏里大概是天下第二、第三的水平，所以我也保护不了他，基本上都是他保护我的，我也没啥用。是的，就然后每天，但是每天就是跟着他嘛。对对对。谁说我？我一会儿要跟你过来跑了，内务府的最高领导过来，来内务府的来吧，我到时候跟你，我要卷你，我要你，对，你跟我比跳舞真的是，我特地要跟你比一下，看谁跳得好，我特别想看。今天晚上一会儿有一个舞蹈环节，就是让三个队伍一起跳舞，到时候大家比一下，看看谁跳得最好。行吧，咱们就公平公正公开的来，公平公正公开啊，对。包括我们所有设计的一些什么小环节之类的东西，都算加分项。对，我的天哪！本来我们这个是用于什么呢？本来想拍那种就是剧里的 OP， 然后呢就想说每个组织都有一个舞蹈，就代表了自己的一个组织的一个风格。但是我们后来想了一下，放在片子里可能不太行。对，对，放在片子里不太行，因为那些我们用的音乐都需要版权啊、版权好像加起来得200多万，也办不上。所以呢，我们就会拍摄成一个花絮，到时候可能一会儿会直播，然后呢，最后会形成一个视频的方式发到网上给大家看，好不好？因为我是丹东舞王，我在丹东跳舞这一块确实是可以。真的吗？丹东舞界堪忧啊！对不起，打扰了，对不起，没有，我年轻了。所以一会儿你就是你觉得你是稳操胜券，是不是？你们这个块儿，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你这个舞蹈练了多少天？你告诉我。我们练了两天。两天，我没有时间啊。那两天大概练了多长时间呢？就是大概两天。主要是我们这个队吧，所有的人的舞蹈天赋都极高啊，就是天哪，不用怎么练就 OK。你也非常高，你也不错。他也是我们队的。我们抓紧时间，我们马上要录 OP 了，好吗？是不是要来了？对，就跳舞了。那个什么，待会儿你们先跳呗，你们开场。我为什么我们开场？我们要压轴。你们开场。我不开场，我们要压轴。你们开场。在哪儿拍一会儿？一会儿在那边，机器已经炸。哎，我不知道那边有没有网。这样的朋友们，我现在走过去看看那边有没有网络啊？还是要抢一个。看看那边有没有网，因为网来。我给那个拿着吧。什么？不用拿，你把那个 WiFi 拿到这儿，拿到这儿。你们去看一下我们拍摄。你们找一个放歌的人，就是谁懂得怎么去。有，他们已经有来了。有那个，马上。
北洋，北洋也都配得好。哦，刚刚那个老师有问你要音乐，他说要把你的音乐。就是咱们群里那个视频，你就拿那视频放就完了。他说要连那个蓝牙。对，你把视频发给他就完了呗。谁？刚刚是谁来问的？我也忘了。谁要音乐啊？我们一会儿把音乐发给你们。那边。老师，这边有一个。哎，你发给我吧。好。就凭你的视频，就找一个。WiFi，等会儿，WiFi。就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哎，放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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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四个格，你就放这儿行了。嗯。我们是不是到点儿了？啊？他们说到点儿了。啥到点儿？说要下播。为什么？不知道，卡了。为什么？谁说要下播？他说，他说到八点半。现在好了吗？对对对，卡。哎，为什么会有点卡呢？没网络，到八点半是吧？不卡，没有，因为我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打字了。现在好了是吗 ？Maybe。等一下。一会儿跳舞让他们先吧，我们没事没事没事，这儿好就行。行，这儿好就行。一会儿没事，一会儿我们会有三方的一个舞蹈的一个 PK， 然后到时候呢我们。可以带你们看一看啊，可以看看。确定吗？确定吗？他们说保密。保密？保密吗？可以，可以吗？没事。你们想看吗？就这个破舞蹈有什么？不是，我们跳这个破，跳的这么差，有什么可保密的？可以，那就可以。看信号，看信号，信号是可以。主要看信号，好不好？因为我们一会儿要上面拍。那你就走，你去试一下吧。试一把。没有，试一把。一会儿我会拍监视器。拍监视器呢？对，拍监视器没问题。对，因为他们镜头不是在那儿。那就拍监视器吧。OK OK， 玩。好了好了，没事，不保密。这个反正跳那么次，有什么可保密的？跳的好，你说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但跳这么……没有没有，大家跳的还是很好的。对，不要这样说自己，就是大家跳的，你跳的很好。不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先给他们期望值降低，到时候咱嘎一上来就给他们震惊。就是本来就大家练的挺好的呀，不要一会儿紧张全还给我了，好吧？那不能，那不能。所以就是这也是我们荣天剑派的舞蹈老师。你好。然后呢，他也是把我们荣天剑派算是教了一套舞蹈，这套舞蹈我跟你讲绝了。我这辈子没学过这么难的舞蹈，这次在剧组里跟我们自己挑的，你挑了很多个视频，最终定的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能体现我们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就是和我们这个剑派很啊，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个舞蹈呢，就是我们很多老师是没有学过舞蹈的，所以我们跟原版比会有一点点差别，就是稍微改动了一点点，我会说清楚。是的，是的，改动了一点，免得被网友说哎这个不一样那个一样，我们就是故意改的。谢谢。没错，没错啊。对对，稍微改简单一点的。嗯。所以我觉得是这次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了一个舞蹈，没有开玩笑，就是我跟付清老师学完这段舞蹈之后呢，我飘了飘了，我觉得我以后可以走这种唱跳歌手的路线了。我觉得这是我对他的一个感。你自己上次不是说 solo 吗？唱跳要跳特别厉害的。对呀、啊，当然要跳难的，以后不跳这种的了啊，不跳这种的了。我都会跳你那个咚咚咚咚咚咚，你是这样跳的？是，对，是的，是的。跳挺好。行，咱们等他们一会儿啊，等他们一会儿。哎，这个关播之后再开播，就人会不会出去？人没了，人就没了是吧？所以就实时给大家人就没了，人就出去了是吧？啊、哦，不卡了是吧？没有，我先重新开一下，这样网络会更好一点。但是他们说你们就被踢出去了啊！我这个是不允许的啊，因为好不容易来这么点人啊，行吧，你们还有什么？要不这样子吧，把机器放在某一个地方，就是大家反正都会在，然后你去吃几口饭。我们俩还没吃饭。我倒没那么饿。我们不是说收工了那个出去老板请客吗？就忙活一天。我不吃饭不行的。没事，都那什么，那个咱们收工了，老板带我们吃好吃的去。我都吃不了。啊，对，你吃不了。每次你们，我跟你讲，我们剧组。氛围特别好，然后呢，请就是像刘老师特别爱请客，当然我也有回礼啊。然后呢，就是每次请客吃的东西我都吃不了，因为我就是因为前段时间生病嘛，所以做了手术，很多东西都吃不了，我只能吃特定的，所以没办法。对，因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付清老师呢其实是这样的，刚才所有人都采访了，其实你没采来，我觉得应该采你来，我拿个凳子过来。哎，
因为今天来了好多我们傅老师的那个什么，本来我开场的时候多，结果开场的时候什么，我是哎，好，谢谢你，那你站那吧，没事，我还是得近一点，我得看着点那个什么。好，傅老师呢也是这个怎么说呢，他是算是后进组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是生病了，而且这个病还挺严重的，然后呢去做了一个大手术，然后开始的时候就是想说他也怕耽误剧组的一个进度，就跟那个白老师说，要不我就先那个什么吧，我就这部戏不来了嘛，因为会耽误剧组的进度。所以呢后来呢就是我们也觉得他是最适合这个角色的，我觉得这个霍琴这个角色只有他来演，我觉得才是最合适的，所以就在一直等着他。谢谢。然后呢他也是也刚做完大手术，其实没有休养多久，休息了几天，一个月大手术是吧？对，就从治疗到结束。对，从开刀那天到进组一个月，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对，其实就没有恢复太好，就已经就赶紧来到组里了。而且他是什么呢？我记得我跟他第一天对戏的时候，他其实嗓子说话都是说不出来的，因为他这个，我不知道你的粉丝知道你生这个病吗？知道，他们知道，对，就是他这个是整个开了特别大的一个刀口的，所以也是很不容易，能够合作上也是，我觉得是，怎么说呢，也是天意吧，对，因为就是我的情况就是给剧组肯定是多多少少包括你就是造成了一些麻烦，我也很不好意思，当然就是我们也是很顺利的到今天杀青了，是的，所以我也很感恩这个剧组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人啊，非常谢谢，我觉得特别幸运。朋友们，有卡的朋友可以退出去重新就好了啊，卡的朋友就退出去重新进，这怎么回事？这是我看看这网，这网络不太好。那你觉得霍琴这个，等会我看看网好了再说。那你觉得霍琴这个角色，你喜欢这个角色吗？我当然喜欢，我不喜欢我为什么会来？为什么？其实霍琴这个角色，他是被封建迷信。封建迷信？什么迷信？就封建是。有迷啊，有迷信，有迷信。对，对其实耽误了很久很久的，就是。霍琴这个角色其实被封建迷信耽误了很久的，耽误了一生的女人，我觉得是，就像就是她，嫁给师傅是为了冲喜嘛，对不对？对对，被迫嫁给师傅的，她很不乐意，但是冷静的上来一点，但没有办法，对，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我当时接这个角色，我看了之后我的感受就是，我希望。就是现代女性，拿充电宝来，充电宝，我希望现代女性就是能够，怎么说呢，有自由去选择自己的婚姻和爱情，就是不会插在上面不行吗？插这里，对不对？没用啊，那不完了吗？好，行，没事，卡顿没有了，没事，对，那把这个拔了。这个好，接下来就用手机本身的收音就 OK 了。好，对对，还没讲完，就对你这个角色代表了你什么？我重新说一下。重新说一下。霍琴，我讲，霍琴她是被封建迷信耽误了一生的女的。就是她嫁给师傅是为了冲喜。人家问说咱俩不是 CP 吗？啊？什么？咱俩不是 CP 吗？咱俩是 CP 啊。是的，是的。耽误了一生的女人，所以我刚刚说她是被迫嫁给师傅的，但是很不情愿啊，那所以就是失去了很多自由，她渴望自由，所以我希望现代女性就接这个角色，我也不是，所以你俩不是一辈儿吗？是一辈儿，你这个剧情这样的，这个剧情是这样子的，她就是她在这个剧里呢。是我师娘，你懂不懂什么意思？我本来是她的小师妹，后面就是被迫、就是、成为了师娘。师娘啊，具体怎么样，怎么一个伦理道，去看去吧，就是师傅是谁不重要啊，已经挂了。对，已经挂了，就是距离就是没有师傅这个人已经挂了啊，就是对，啥也没有。哎，所以我刚刚把那个话说完啊，就是我希望现在女性就是能够有那个自由去选择自己的婚姻和爱情，没错，就是不会有被迫去嫁人的这种情况。当然，这是我觉得这个角色的意义。棒啊，好，
啥也没有。对。啊，剧透也没卡，不会。不会卡下。好嘞，我来。好，行，可以。那你就对你合作男演员没有几句就是夸奖什么的？你没问我呀。啊，对，我现在问了。来，那个合作，你合作下来就是跟你一块儿演戏的这个刘玉宁老师，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我先说一下，就是我是晚进组嘛。对。进组的第一天，我没有跟他见过面。进组的拍第一天的戏，第一场戏是跟他的。嗯。对，跟他，我那是第一次见他，我就说没有见过他白的样子，因为就是电视上有看过嘛，但私底下没有见过你白的样子，我就想第一印象有点黑，我也是，你对我的印象肯定也是有点黑。对。对，那我觉得吕宁老师就是好高冷，就他慢热，你慢。我也是慢热，就是初次见面就是彼此都不太爱说话，嗯，就是有点距离感，但相处起来之后就觉得很热情，就是也很大方，当然现场工作也认真，对，文法态度什么的。其次就是他特别爱请客，嗯，就是委婉的拒绝都，就是，那你别这么说，你别这么说，好像我不是。没有，就是他经常会请剧组的老师们，就所有的工作人员请吃东西啊，包括演员之间，就是还会请客什么的。对，因为就是得装好人嘛，对不对？他很大方的，真的很大方。对，得做口碑嘛。哦，开始了。他们已经开始了吗？开始了。好。那我们要去了。行。哇，他们跳这个啊！快去看！他们已经跳上了，我们来看看。我上这里，我给你。看跳什么破玩意儿？太水了吧，这也。先看那个，上面那个。上看上面，我上那个。哦。只有一次机会吗？只有一次机会那还行。朋友们，他们跳这个太水了，你知道吗？太水了。哎，啊，好，我去那边。只有一次机会吗？太搞笑了。没，这要我去。可以有掌声啊。只有一次机会还行，我们这一次估计跳不齐呀。不，你把低电量模式给。有没有给我经验到？低电量模式给关了，怎么关？都超性感！我靠，太硬了。好，你们跳完了？跳完了。跳几遍？一遍啊！我跟你说，我勾到裙子了，站都没站稳。就一遍啊！帽子也掉了。太可怕了！都超性感。我们看下一个。那跳完了。好，接下来是我们内务府的啊。音箱开大点，赵哥。哇！好，过来。来，我们吃拉面。好，我怼近点，要不你们看不清。我坐导演的位置，哇，那行吗？音箱开大点。您拉这个上面这个，这个机位啊。我们吃拉面。我怼近点，要不你们看不清。还走队形。我坐导演的位置。拿着那个吗？不累，没事，我把控。我感觉他们很专业啊，有威利斯在呢。对，哇，他们有办法吗？哇，还进了好多机位呢，看，还有俯拍。
可以现场拍吗？我去不了，那边现场网不好，我要不去现场了。我是因为现场网不行。现场去了网不行。对，网太差了。你看，人还有队形呢，这不完了吗？来来来，我们把位置对一下啊。这么毁了吗？怎么办？好，看看看看他们的舞蹈啊。你们刚刚欣赏到我们的了吗？看到了。怎么样？太刺了，因为太互动了。我们多么认真，神奇！我们好认真啊！你看人家，你看人家还有单人 solo 呢，看不到？人家这个太卷了。啊、导演讲戏了，嗯。哎，看啊，有一段，他们没开始跳啊，这是他们走位，他们对焦点的啊。感觉很专业，完了，感觉我们要被陶李贝，陶李贝，威利斯陶李贝，荷花贝，是不是？专业啊！你看他们还有设计呢，每个人嘴里叼了个棒棒糖，你们没看到近景，他们有设计，嘴里都叼个棒棒糖，就是有，他们就是要那种非常痞痞的那种感觉，啊、嗯，你看。他们都叼着棒棒糖，好，来吧，来，欢迎各位，哇，哎呀，一会儿吃完了啊，哇，你看看看啊，感觉很拽，开机了，朱鑫，你就变焦就完了，腿上好嘞，开机！好嘞，音乐！不是这个音乐。完事了，完事了，啊，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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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专业了！有请荣斌，让天明进来带个班。叫天明来，天明来进我班。我们去准备一下，我们得捋捋动作。你宁哥捋捋动作，我靠！这么专业，龙天天团，那卷死我了！我们这个太卷了。看完我们的这个完了之后，你们是不是觉得很稳了？我觉得你们这也很好笑啊！给我带个班，坐这带个班。然后解说，你们也很好笑啊！解说，你那帽，你头发什么是设计的还是？没有，他们就是不小心掉了。那我觉得一会儿贴好了再来一次吧。那个在哪儿啊？有点太怪了。没有，现在去指定位置。我就这么一次，我们也是第一次。他头上一带掉一次。谁头上？这个真的是。什么？对，到丹东武王来了。对，丹东武王和丹东武王来了。我要我去看现场了，我在这看。在这去现场去看 live， 这儿好看。你跟大家互动一下。喜欢你说说话，说说话，说说话。
现在你看啊，现在是我们的，现在是上半场50分40多秒、哎、对，现在是中天前排的 depart 是吧，哎对，哎这是丹东武王，看见没，哎卡住了，这个时候卡其实有点这里他们内讧了，嗯，你看这里数拍子数不明白了，看他们动作比我们多，我们主要是有这两个人撑了两个八拍。我看到他们现在其实咱心里有底了，他们现在还在记动作，你看他们现在还在排动作排队形，咱什么棒棒糖啊，什么这些眼镜啊墨镜啊，这些什么各方面上活就掉头套，这些全用上了，掉头套这掉上了，这些活全用上了，能力怎么这么不专业，怎么还背身呢，这个人这位老师这是啊，转过来了啊，刚才是在晃我们一下，好，他们终研究半天终于研究好队形了啊，这什么，这是拉一下胯，拉胯就简称叫，漂亮漂亮，哎雨宁挺软的呀，这话不能说吧这话不能说吧对不起你看骂人了，生气，硬指人呢，硬指人呢，他们喊起了什么大家一个听不到的一个口号，近一点，好，给你进，也不能再进了，再进对不上焦了，荣天，你看他们还需要再打气儿，加油打气儿，说明心里虚了，上半身舞者就是这，啊，果然是直播呀，我刚才一直对着他跳，我还行，应该没选错镜头吧，你在这儿，我感觉要是在这儿在这儿呢，你看他们终于弄好了，哎好，开场动作就很帅，终于弄好了，准备了啊，哎直播里能听到音乐吗，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应该是可以啊，应该可以，又背身了，再交动作，海吉来了，大家多多给手啊，哇哦，非常有气势啊，可以，哎哦，卡点身体控制 animation， 大家跳得非常努力，别跳啊，太短了吧，没白学，这肯定没白学，强烈要求再来一次，这不行啊，再来一次，不再来一次，那秦俊杰也得再来一次，音乐不对，他们果然内讧了，他们说音乐不对，那我也不知道，这是自己的问题嘛，这大家机会都是一次，对不对，你这太损了，机会只有一次，所以是这团队五天团跳的最后团队协作也是比赛的一部分，对，看看我们的前期准备，棒棒糖墨镜对啊，还吊带，都是我们诚心的诚意，头套都是薅了一半才上的故意掉的，用上了身体的每一个部件，是汗给我出的呀，通过他们的
强烈的耍赖好像是给了另一次机会。赢了。他们为什么还要来？看一下他们的对象。他们刚才也错了。别戴头套，第二次出不来那效果了，就得慌乱，就得慌乱。你看他们这个，他们看一下荣天剑派阵营的，你看叫稀碎啊，阵型叫散漫。你补一下头套吧。来了，他们有第二次机会了。对，格泰兄补一下头套吧，补一下沙饼啊。安可，再来一次，安可。啊，预备。哎，你没事可以转这个，可以转这个，这个也好看，这个炮摇的好看。这里有了哦，一个大拳谁扛清？起舞 ，routine。讲究的是一个起。你就看他们齐不齐就完了。你这个人好卷呀、啊！太卷了。其实他们练的是最多的，是他们其实是特别努力的。他在我们还没有定舞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排练了。这赖我。对，就是我也没说赖我，没给我排出来排舞的时间。牛在吗？牛姐在里面看呢。讨厌鬼，补个妆。哎，我感觉我把墨镜借给小宁会不会好一点啊？你把我们加分项给别人，卷到底。谁刚才问的我们不搞笑吗？陈思彻吧。陈思彻搞笑，确实搞笑，就是个笑话。我在某些节目上的表现都没你搞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喜剧演员。没错，是，没错，看出来了。我真的就好笑，好笑就行了。我觉得我们赢了一次。太好笑了，是的，实在太好笑了。你脸上就写着好笑。儿子，你咋说你妈妈呢？哎，别这么说，直播呢，这在外面说。30秒倒计时。敌军在30秒到达战场，碾碎他。哦，哎，摇一下。我怎么觉得敦明瘦了呀？他练的早吗？练武练的早吗？练武练的瘦了是不是？放大了，这几位。给他们高兴的，观众朋友们，对不起啊，我们下播。给他们高兴的，哎呀，不行，哎呀，我只能通过开挂的方式卷他们。宁哥回来了，不是，嗨，行吧，你们这边镜头看怎么样？你这太帅了，你太齐了，没看到都卡了。没事，通过你们耍赖的方式，又来了一次。他卡了呀，他们说卡了。真的啊？对，没事，但不重要，我们录下来了，到时候网上更有一个惊喜，对不对？对，是不是？是。OK， 行，差不多了，我们先撤了，下播了，我们先出去，拜拜。等一会儿。
哎，你说，你们先去啊。哦，对，你们先忙。好好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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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拍吧，拍吧。哎，主持人哪去了？在这儿。好，行，差不多了吧。朋友们，那今天也，朋友们，喝口水。喝口水，喝口水，喝口水。没看到是吗？刚才为什么没看到？是因为卡吗？是卡吗？是卡吗？不知道哈，反正无所谓，没看到也无所谓，到时候会有我们剪辑版的出来，会发到网上的。所以呢，所有的一切也谢谢我们的这个傅老师啊，大家都很好，我的舞蹈老师非常棒，是不是？镜头没给，无所谓，无所谓，不重要啊。那个人拿错镜头了啊，是吧？没关系，我们下次有一版官方的，就是会完整的视频，对对对，舞台版，舞台版剪辑好的，行不行啊？然后呢，也谢谢，也差不多了，可以关了。现在几点了？九点零五。谢谢大家。九点了都已经，我的天哪！本来让我们播一个半点，现在播了俩点，我们就是超乎这个超出了这个规定的时间啊。然后也感谢今天所有在我们直播间陪伴我们度过这两个小时的朋友们，也谢谢你们对我们腾讯视频天行健剧组的支持。对，然后也我觉得今天的朋友们特别好，每个人都在做主持，帮我们调节气氛，哪怕卡了也没有退出这个直播间，也在这个一直陪伴着我们，我觉得非常的感谢各位，谢谢大家，辛苦你们了。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期待我们这个天行健，明天就是剧组正式杀青，但今天呢是我跟丁老师，包括我们扎星，所以呢，这个来过来什么意思？龙天岭 YYDS 是吧？是啊，对，今天我们就杀青了，然后也希望到时候等这部剧播出的时候，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腾讯视频《天行健》，好不好？嗯，是吧？期待《天行健》上线的那天。那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也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夜过得愉快。咱们下一次这个在我们《天行健》剧组直播的时候不见不散。拜拜，晚安各位，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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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